昨天你已经尽力了。昨天那个客户决定来我们中心了。我请喝奶茶。我昨天挣不挣钱关你屁事儿。今儿我来我就是来告诉你，不准提我师傅，你不配。怎么了？他是我前女友，我替他宣传宣传，怎么就不配了？你是不是指定有点大病？ 你前厅里给人宣传什么呀？啊，那叫宣传，那他妈叫拉财！最快明天出结果，谢谢，快谢谢董主任。你快谢谢董主任。说呀，你花这么多钱就是有病。不好意思啊，董主任。 孩子不懂事儿，董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董主任，谢谢。你慢慢吃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包饭啊。不好意思，你这孩子，好了，以后不许闹小情绪了。来，咱就抽一管啊，吃点青菜。好好吃，来吃下，我给你包啊。听话，来来来，张嘴啊。 师傅，我手机忘带了，您先上车吧。就给我200不行吗？我要打团队赛，队友都等着我呢。明面啊，咱现在治病。 鼻涕擦洒，别弄我车上。我们这行做久了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遇到，有的恶俗狗血，有的温情感人。可是我们能做的，就不过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。共情能力太深，会让自己很累的。我刚才看到黄明明这样对他父母，我真的想上去抽他。他父母太辛苦了。可是你想没想过？ 他不过就是一个没有20个半大孩子，在人生本来有无限可能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自己人生进入倒计时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未来，这种绝望感，应该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。你觉得他的情绪应该如何宣泄呢？所以说，不要过多的评论和参与别人的生活，我们能看到的，不过都只是表面。 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，我再也不管，这样我也就不会难过。善良还是要保持的，少蹦蹦迪，多做做善事儿，挺好的。你还说不想认我这个徒弟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你挺愿意说的，挺愿意教我的，你是不是只针对我呀？ 师傅，出去！喂，真走啊！喂，喂，信号我。
严景，核对一下客户信息。哦，念出来。王明明，大点声。王明明，董主任，你对我们连博士能不能说话带点感情啊？把连博士吓成这样，来，我做个调查，我来说。 黄明命，16岁，初中毕业。黄义达40岁，个体惊异者，一切40岁，家庭主妇。黄明明在5岁时参加幼儿园入学体检检查出来是乙肝携带者，经过治疗，黄明明在小学期间由大三阳转为小三阳，病情好转。接着，黄明明在初中体检时突然查出肝癌晚期。他父母都没有乙肝病史，之前没有过怀疑吗？我其实是问过毕乡阿姨的。 他们说，他们以为是小时候没给孩子照顾好，在接种疫苗的时候染上了乙肝。信息调查应该做得再仔细一些。如果他们真的不是亲生父母，你说他们会给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捐肝吗？不是他们想不想捐，而是医学指征上符合捐肝的可能性就很小。不过，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孩子付出的心血和爱。 已经跟血缘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之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，见到过亲人生死、见死不救的，也见过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给陌生人捐献骨髓的。所以血缘只是人跟人之间最基础的一种情感表达。看着董宁叔眼神里的光，我开始怀疑，我当初的猜测是不是错的？那笔钱是否另有隐情？你去吃饭吧。啊。 怎么样，也不错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晚饭可都没吃，我就等这一顿。对了，毕倩他们的鉴定报告出来了。这么快？ 对，结果怎么样？明天一早就给他们送过去吧，早一天知道结果，好早做打算。嗯。董林叔对生命以及工作的态度，让我很难把他和那种见钱眼开的女人联想到一起。他和我爸的关系。 可能并不是我想的那样。虽然之前有怀疑，但在确认的那一刻，对毕前他们一家人来说，还是天大的打击。
刘叔，我是真心想娶你的。如果咱俩结了婚，总得有一个人侧重家庭，对不对？如果咱俩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升职的话，我认为你退出竞争，对于咱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你怎么那么轴呢？我是你男朋友，我成功就是你成功了呀，你干嘛要分得这么清呢？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这是我的人生，我同样付出了努力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的人生不是你的垫脚石。你今天要是走出去，咱俩就彻底分手，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能这么忍你的人。董宁叔，你会后悔的。林叔姐，这又有送你的花，还有一张卡片。帮个忙扔了吧。啊，你别浪费啊！那要不我帮前台？随便，只要别在我办公室就行。哎，这又是林叔姐的哪位追求者吗？有人追他吗？是谁啊？哎，看不出来呀，还那么多人追他，行情这么好呢。就以咱董主任的身材、长相、学历、收入，那放到婚恋市场上都是抢手货。那他除了那个马丽君之外，就一直没谈过恋爱吗？哎呀，你这你爱姐下午的周报怎么没人做呀？这晚上吃点什么好呢？艾姐，没有人蹭饭蹭成你这样的。那没办法呀，这谁让你是男人中的八婆呢？这想八卦得付出点代价。嗯，哎，张希达，你这么关心咱宁叔姐的私事干嘛呀？因为她喜欢姐姐。哦，她喜欢姐姐呢？有吗？哪有？妈，怎么把脸涂成这样了？哎呀，来，妈，给我。不涂了啊！我给你一个新的。哎，你看，拿这个，这个也好看。哎哎，刘护士，我妈可能是捡到哪个护士的口红了，都用成这样了，我也没办法还给人家。您帮我问一下，我重新买个新的。这个呀，是今天您一个朋友来看阿姨，送给阿姨的。你看，这还有好多营养品呢。您有登记姓名吗？当然了，登记了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的。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你瞧我这记性，你等等，我查查。你等一下，您看一下，是这个人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他，长得可精神了，人啊也特别有礼貌，对阿姨也非常好。董姐，你好福气哦。
刘护士，之后如果再有人来看我妈，麻烦电话跟我核实一下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好，谢谢。宁叔，听说你最近挺忙的，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？估计胃疼了吧？我现在生活挺规律的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很久没有胃痛过了。那我送你上去。马上到家了，不用了。我上去坐坐行吗？我想跟你聊一聊。该聊的我们分手的时候应该已经聊清楚了。宁叔，你别这种态度行吗？你以前从来不这样跟我说话的。我对其他人都这样。可我对你来说不是其他人。现在是。可你不也一直没谈恋爱吗？我知道你根本忘不了我，就像我忘不了你一样。我们有那么多回忆，那么多甜蜜的回忆，我根本接受不了其他人。我只喜欢过你，也一直喜欢你。我们分开这么多年了，我认为我们彼此应该已经进行了非常好的告别，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不谈恋爱是因为我忙，没有时间，并不代表我还留恋你。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不要再来找我。宁叔，你别骗自己了，你潜意识里跟我一样，根本接受不了别人。别忘了，你所有的第一次都是跟我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很和谐，不是？马丽君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所有的话都算是一种性骚扰？宁叔，你干嘛呢？不是我说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我女朋友大半夜还没到家，我下楼来接她，是吧，叔叔？马主任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张希达现在正式追求董宁书。虽然还没追到，但马上。小朋友，宁书是不喜欢你这样的，你太幼稚了，配不上他的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宁书为什么这么恨我吗？因为他根本就放不下我，对吗，宁叔？看谁呢？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不知道他是富二代吗？有钱有颜有闲，还年轻，超有钱。我觉得姐弟恋没什么不好的，走，跟我回家。宁叔，你拿这个小朋友是气不走我的。不谢谢我啊。你跟踪我，怎么可能这么巧？我哪有可能跟踪啊，我就是来吃个网红面的。哪家面馆啊？刚好我也没吃饭，走吧，我接你。走。走啊，走。这间面馆叫做半边面馆。你不是在国外长大的吗？按理说吃不了辣呀，怎么想起来一个人跑这儿来吃重庆小面？谁说的？吃，我特喜欢吃辣。我二大爷的三姑父的弟弟，以前就是川军，我可喜欢吃辣了。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，我就老惦着这一口，我越来越好。行，那老板，重庆小面大碗特辣，啊，加辣加麻，我要一个小碗，微辣就行。哎，好，行吧，不够再加。
希达呢？搁厕所待着呢，有一会儿了。同志们，快来看啊！都过来看啊！重要不重要？看一下啊，我们锁火了，孩子带了十个，他做这个免费广告怎么这么快？家庭真不错，哎，谢谢。叫师傅一起来呗，师傅一起来看呗，师傅。肺肝癌晚期，已经无法手术，唯一能救他的方法就是换肝，而并非亲生父母的毕阿姨和黄叔叔都无法为儿子捐肝，时间与生命赛跑。毕阿姨委托我们栏目，替她的儿子黄明明找到他的亲生父母。一，毕阿姨希望我们尽快找到黄明明的亲生父母，让他们尽快相认。二，希望黄明明的亲生父母能像毕阿姨他们一样，愿意捐献自己的肝脏。时间紧迫，这可能是救孩子最快的方案。希望电视机前的您能够帮助他们，也希望电视机前明明的父母看到，能与我们联系。明明出生于2005年11月25日，利川县人民医院。也请在同时间段此医院出生的男孩家庭特别关注。主任。咱们中心这下真是免费宣传了，省了100万的广告费呢。但宣传只是附加效应，咱们的首要目的不是蹭热度。但既然咱们无意中享受到了这种红利，那咱们就替毕千家好好的查一查。嗯。师傅，怎么着？我活拉的不错吧？哎，师傅，马丽君昨儿来找你，是不是因为她得知了消息，所以想跟咱们合作？出去。您说，昨晚太仓促，今天能跟我见个面吗？安主任是我以前的老领导，按道理来说，他吩咐的事情吧，我应该帮忙的。但这事儿特别敏感，我不敢这么随意的把那天孩子出事的信息给你们。要是被我院领导知道的话，我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。但是啊，姐。现在呢，媒体马上就来找你们了。与其被他们网暴，还不如你先把一些消息告诉我们，至少让我们处理后续事情的时候都能留点余地嘛。再说了啊，你也是有父母的人，我相信啊，你肯定能理解毕谦他们一家人的心情的。这是救人命的事情啊。退一万步来说。要这孩子救不活了，你至少让他在死之前能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吧，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交代，不让他留有遗憾嘛，对吗？姐，哎呀，这样我们去喝杯咖啡吧。嗯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喝咖啡去了。姐，
妈，你看见我手机了吗？你帮我找找手机。我也没见着呀，你是不是丢了？不可能呀，昨天晚上我还在用呢，今天我也没出去啊。谁让你丢三落四的？那我可怎么活呀？还想刷刷新闻呢。要成绩再买一个吧。别扫了，赶紧走吧。离复查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？这次怎么走这么急？你爸让我们早点过去，他在城里等着咱们。妈，电话。别管了，都不营业了。做生意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不接我去接。哎，你快点收拾。